根据天象及天文仪器观测，明年元旦午时将会有日月合并、五星连珠、千载难逢的天象出现啊。早上我才夸口会有这个奇观，现在很担心预测不准。哎，我们不如请魁星帮忙联络吧。没，鳌鱼跑哪去了？平常总爱粘在我脚下，今天我突然双脚空空，感觉好不踏实哦。魁星，我跟几个朋友出去玩喽。你要跟谁去哪玩？魁星，魁星。哎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请你帮忙联络五星，在明年元旦午时准时出现，连成一线，不然我的脸就丢大了。这有何难？魁星出马，使命必达。哎，听说有几个伙伴出去玩了，还不知道哪几件呢，应该啊要先把他们找回来。也许找到伙伴就可以找到鳌鱼啦。正好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的团队，专为大家解决困难。眼前这位唐小姐正是我的团队成员哦。你们好，请多指教哦。这位也是守护队成员陶珠。大家好，我是力大无穷的陶珠哦，看我神力发威。真是好险好险，谢谢你啊。这位是来自故宫南院的猴王。大家好，我是国宝守护队的队长，我会协助日月和五星准时连成一线，也会把贪玩的伙伴找回来。成员听令，国宝守护队使命必达。哎，等一下，擎天剑是拜托我的啊，这件事是我承诺，当然是我来当队长啊。你少了鳌鱼也独占不了鳌头，怎么当队长？我才是队长好不好？我才是队长。别吵了，快出发吧。哼，到底谁是队长啊？东波居士真好，愿意提供河舟协助我们。哎，这只是举手之劳。魁星，魁星啊！我们得到线索，溜出去的伙伴是跑到五星上玩耍了，不多不少，正好五个，希望能帮上忙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出发吧，飞向宇宙！进行到了。我是米粒大叔，猜对我在模仿谁，我就放行，猜错就接我一球。这姿势好眼熟啊，好像曾在哪看过。有何提示？他的双眼、额头跟四肢都嵌有宝石，够清楚了吧？我知道你在模仿谁了，你是模仿铜熊尊。终于找回我的铜球的嘞！看我架杠铜熊尊的厉害！流行的马球游戏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明年元旦午时，记得要跟日月一起连成一线哦。下一步去水星，应该跟水有关，会是我的鳌鱼吗？魁星怎么一个人走了？
回信跟桃珠怎么不见了？你有河州，我有筋斗云。陶小姐，跟我来。回信信，好运！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认错了，他是我的玩伴。你才认错，他是我魁星脚下的翠玉鳌鱼。证明给我看呢。魁星踢斗，激斗魂运。战鳌头，五福捧寿，正是山虎魁星颠斗闪亮亮。你们可以留下来吗？我想要有个朋友。那就来故宫吧，那里有好多朋友。可是我们必须先完成任务哦。秋葵，明年元旦午时，我们故宫见哦。照之前的经验判断，下个伙伴应该跟火有关，我们这就去火星找。哇，你们比河州快耶。哼，我可是猴王哎，筋斗云咻一下就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该自己先走。我们也是刚到，刚认识的毛毛虫哦。那里有个盘子，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吗？拿不到会砸国宝守护队的招牌哦。这次看我的厉害！嗨，嗨，哇！棒了，我们又找回一个伙伴了。这法郎盘为何在火星上？它跟火有什么关系呢？画法郎这精湛的工艺原本是用火烧制成的。还不止呢，故宫里还有好多伙伴也是由火烧制成的哦。猴王，侍女，桃珠，你们不也是吗？况且你没听过火凤凰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不愧是读书人敬爱的魁星，什么都知道。这盘子好像少了一只凤凰，让我们一起呼唤它出来吧。凤凰，凤凰，凤凰。别高兴太早，我们任务未完。他脚下抓的是另外两位伙伴嘞。不要怕，我去救他们。猴王，妖鸟知道错了。妖鸟虽然打扰了我和达达与菲菲玩耍，但是它并没有伤害我们。是啊，我们化敌为友吧。好吧。哎呀，我们终于把伙伴们都找齐了。达达与菲菲，记得要跟日月、金水、火、土星一起连线哦。太好了，
终于圆满达成任务。感谢大家帮忙，才能找回我的鳌鱼与众多伙伴。我不该擅自脱队，应该由猴王当队长。我一直没有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，应该由魁星来当队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谁当都可以啊，因为我们是国宝守护队。客人来喽。这是我们的礼物，大家好久不见。欢迎。日月合璧，五星连珠的时辰到了。海底果园严复圣城，不讲顺序，我看你们。传说银河花是守护队，好手在这国宝我护卫，胡椒汽油地中神归位，大显神威，蟒蹄搭在我的背，火翻身不止七十二变，打开玉壶春瓶配上绝世宝剑，呼叫彗星掏出康小剑，我们团的最哈，抱着技能慢点 ，We the best。没时间浪费，堵在鳌头怎么可能让位？跟着同修正出手 fight back， 搭上东坡巨石的橄榄核走气氛。五星连珠，日月合璧，金木水火土即将合体。你齐心我协力，让众人来合力，都不用再吹嘘，我们是国宝新游记。发发 follow me， 发发 follow me。西上在天际遨游，把把舞蹈手，日月星辰任我遨游。发发 follow me， 发发 follow me。天际上在天际遨游，把把舞蹈手，日月星辰任我遨游。